马路，你整天嘴里嚼着个口香糖，把自己弄得跟美国人似的，连夜里睡觉你也不闲着，你事儿不事儿啊？哥几个，我给你们每人买了一张大中彩票。谁要是得了奖，我也不多要，我就要一半，分你1%，算我有良心。估计我还舍不得。500万的1%，那才50000。你不就一个跑腿的吗？就你那两条狗腿，哪条值25000啊？给你。马路交钱。我不要。集体行动。不要，这违背我做人的原则。这你还有做人原则？当然了，谁像你啊？怎么合适怎么来。这就是我的原则。不要，我没这运气。我也不想给哪个幸运的小混蛋兜里添钱。你怎么就知道你不是那个幸运的小混蛋？就我这长相，你们看像吗？你们自个儿也不照照自己。哎，马路说的对，把钱还我。不给。马路，你一个人没这个运气，难道我们四个人还没有吗？我这两天左眼老跳，总感觉有点什么好事一定要发生。咱可说好了，甭管谁得到这笔钱，必须得拿点出来分给大家，听到没有？马路，交钱。马路，你是不是又看那本恋爱的100种技巧了？你要是想知道，直接请教我不就得了？还在上面打勾，你无聊不无聊啊？真无聊。他还在广播电台给他点歌，你不会这么干吧？生日或情人节给他送花，你不会这么干吧？还天天都接送他上下班，没准儿。对，没准儿。没雨了。还给他买香水，你不会这么干吧？不买冰淇淋，你不会这么干吧？还买巧克力，苦的，没错。喂，你肯定给他写情诗了。你那诗里面肯定是这么写的：我是强壮的公犀牛，我的皮有1寸厚；我是性感的母犀牛，我的皮有2寸厚；远近闻名的大波妹，我们的爱情是天仙配。新鲜的烂泥为你准备，鲜花铺地陪你睡。就为了一个有复印机味的女人，哼！土狼，他们不准备给你买头母犀牛，他们要再买头公犀牛，让他对塔纳发生兴趣。他们觉得你太老，不可能为动物园再添犀牛。想想你真可怜，你都没有参加过交配的决斗，只有经过那样的决斗，公犀牛才能成为真正的犀牛，才会有女人爱你，而你从来没有这样的机会。
强吗？啊！啊！谁让你去找他的？你凭什么去找他？你以为你是谁？我想让他好好待你，或者离开你。不可能！我告诉你他会怎么做。为了让你和我都明白他是不可改变的，他会对我更坏，而且不离开我。他们会对每天打同样的人感到腻烦，他总有一个人的时候吧。好啊，你去吧，神经病、自虐狂、疯子，以后别再让我看见你了。一切白的东西和你相比都成了黑墨水而自惭形秽，一切无知的鸟兽因为说不出你的名字而绝望万分。你在说什么？诗，我写给你的诗。你写的？是我写的，可能只适合刻在犀牛皮上。同学们，今天是我们最后一堂恋爱训练课了。为了使你们获得快乐和幸福，避免的过多折磨自己，不恰当的衡量自己，今天我们就来学习本堂课的升级内容，抛弃一个爱人的方法。抛弃一个爱人的方法。抛弃一个爱人的方法如下：第一，指责与他有同样缺点的人。他这个人不诚实，拈花惹草，假纯洁，贪婪。B，贪婪。A，自私。A，残暴。A，冷酷。A，放荡。A，背叛。A，软弱。A，渺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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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在他说话一半时打断他，我要爱你一万年，我要爱你一万，我要爱你一，我要爱你，我要爱，我要我。第三，想尽一切办法对你的爱人说谎。当
你和一个妙龄女郎幽会完回到家中，你应该对自己的爱人说 A 塞车， B 刚和哥们喝完酒， C 加班， D 卡拉 OK 怎么着， E 和二十年前小学同学聚会， F 跟妙龄女郎约会。嗨，又到了每月十五号乐透开奖时间，现在就为大家公布本期的最佳答案 F。 机会有限，欢乐无限，快快拨打幸运热线恋爱总动员。第四，要求他做不到的事情。第五，谈论他不熟悉的话题。Regardez devant moi dans la foule de vue, parmi les blés de vue, après mes voyages, au fond de mes tourments, au tournant de tous les rires. Oui, oui, oui. 第六，唱他不喜欢听的歌。走。当了个当，当了个当，当了个当了个当了个当。火车站里有火车，火车上面有便所，有个姑娘上厕所，后面跟着个帮小伙，他手拿利刃把门锁，要命还是要电波？姑娘一看害了怕，大哥大哥你别躲，小妹子有身体弱，我管你身体弱不弱，大哥快活是真哥。这种行为特别多，丑恶行为学不得。一是一，二是二，我们要用黄金战士好一个。当当当当，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呀心的呀心的，不能告诉你。晚风吹过，温暖我心里，我又想起你，总是不能忘记你，不能忘记你，把你写在日记里，不能忘记你，心里想的还是你，浪漫的夏季，还有浪漫的一个你，给我一个粉红的回忆，不能忘记你，把你写在日记里，不能忘记你，心里想的还是你。浪漫的夏季，还有浪漫的一个你，给我一个粉红的回忆。第七，拒绝让他触摸大腿和肚脐之间的部分。第八，反复指出他的缺点与恶习。第九，嘲笑讽刺。第十，坚持到底。